这个是园林的万里长城步道。三百坎步道，还蛮陡的。这边是两百坎，这是往两百坎步道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走的步道。人骨民宿。直走，这边有个广场。就是外来种的那个强势植物，它把那个我们原来的那个树林啊，整个把就是覆盖住这样，然后那后面有阳光就比较，就是它这样。泰山族。还有一家餐厅哎。有高铁的哈，下面那一个铁路就是高铁啊。前方有一个比较小的广场，然后就继续上去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岔路，写着436，这可能是四百坎步道。这里是上清纪念亭，应该就是万里长城步道的地标。哦，这里视野是很好。那就是那个中华海啊，那个海。哇，台中火力发电厂都看得到。那一边是风力发电啊。哦，现在很多那个风力发电了。嗯。这上面一层的视野更好。变成马路了，变成柏油路。这里是万里长城的出口，那往前可以到凤山寺。
啊，如果是走这一条路，可以到200坎或是400坎，然后再上来万里长城步道。啊，我们今天就走到这里，就回程了。